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，我是饶一鸣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往北京的370号班机神秘失踪，搜索工作仍在进行。人大政协两会在北京闭幕，天安门广场多次有访民抛洒传单。受昆明惨案的影响，中国各地清查维族人以及藏族僧侣，云南沙甸镇将900名维族人遣返新疆。深圳龙岗区次玉鞋厂6000工人罢工，抗议公司降薪、克扣加班工时等。世界各地藏人举办活动，纪念西藏310抗暴55周年。湖南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周望岩向外媒披露，他在双规期间遭到刑讯逼供，导致终身残疾。北京举办全国首期网络舆情管理师研修班，但是外界认为是五毛党升级版。香港《明报》前总编刘进图遇袭案有了新进展，香港警方称已经有9名涉案人在香港与内地被捕。被判无期徒刑的意见人士王炳章多年来首次被允许与家人见面。西安市两家幼儿园出于经济利益，多年来给幼儿服用有毒药物，引发家长堵路抗议。辽宁省本溪市高台子镇、河南郑州老鸭陈村、广东云浮市都阳镇、福建三明市宁化县、山西夏县裴界镇因土地纠纷爆发警民冲突。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受到中纪委调查。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，我是饶一鸣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